早晚会坏，早晚会坏。哎呀妈呀，开车喝咖啡，服用精神类药物，能不能？不能开车。哎呀妈呀，也不知道那咖啡都卖谁了。一天不让干这，不让干那，一天搞不一样正来劲儿，也不知道都谁让你干的。啊，解除疲劳，又有精神，两全其美，这那玩意儿这能咋的？你说，哎呀，大宝宝，这没他妈一会儿稳的时候，今天人气一直上不来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不知道是啥原因，今天是啥日子啊？人气一直上不来，今天啥日子不知道。这帽子挺好看的，帽子就已经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，啊。主播挺辛苦的，哎呀，咋整啊？我再挂三分钟咖啡啊，去能拍就去拍去，红心不够，是你点那小红心，你点不点红心上不来人儿，点那小红心我天天我跟你说，但是你说这红心吧，你说也是奇怪，你知道不？我哪天我也想起来要红心，点那小红心都休息了，什么时候？成天他妈搁那桌跟他妈的小子较劲，你够我点点小红心，家人们啊，点点小红心行不行？一人点个50下，几多少下？说我怎么什么话都说的？你要适应我啊，知道不？走啥快递？快递厂家随地发。你要适应我，盼盼有点胆小，嗯。干嘛整的？嗯，整的了。辣白的收到了，味道很正宗，很好吃。谢谢一叶一菩提，谢谢你给我的爱呀！我宝太黏你了。咖啡啊，赶紧去，谁要想拍想喝，自己去拍啊。个人里有99个能出明白，剩下那个自己找原因去。嗯，不能那么说啊！我跟你说，当主播，你就是我总有一，你看我骂人归骂人，知道不？当主播，你看我骂人归骂人，真是，就是说，为啥说那啥呢？说当主播。说你为什么？你有多少人你没乡下？有多少人你乡下了？说你乡下那个人，乡下那部分的人，和你没乡下那部分人，都是主播个人的原因啊、哦！你不能赖别人，知道不？不能在别人身上找原因，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！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原因。我说话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逮着话就说，有一部分人接受不了我这种说话方式，知道不？咖啡是甜，有一点点甜啊、哦！下班后我带回家，我就在这住。或者就不会丢回去，点点小红心，家人们啊，点！我打喷嚏打不上来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为什么？你说你看人家有的那个主播粉丝量哈、啊，10万20万直播间都有1800人，那咱们这100来万直播间说的也这些人，说这什么原因？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你找不出来别的原因啊，而且这到1万了，是不？一半红心，感冒了没感冒？你要干啥？你要吃啥？要吃什么？要吃什么？我给你拿，你先起来，你坐这块，你像要老账的似的，海的是不？这咖啡挺好喝，你瞅那像要老账的坐这块，守这个柜子。我给你拿，你骑着上了，我怎么给你拿吃的？